啊，所以你没借过晨晨，所以你不知道要选一部还是晨晨，就先选一部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我还没见过晨晨，我只有见过一部。哦，见一个爱一个是吗？是这样子吗？阿 B 嘞，阿 B 哥哥嘞。阿 B 哥哥随便一个女的。什么叫随便一个女的？就不要跟他。他怎么知道？不是他，不是 他怎么乱讲话？什么叫随便一个女的？有两个哦，有两个要跟你玩哦。小孩都知道你是渣男。如果他们两个都要跟你玩，你要选谁？有点奇怪。全部一起、啊。我以为不知道怎么在他小孩面前这样讲我的，感觉有问题。大家都是好朋友。我觉得这管教小孩的方式可能有待加强，可能胡说八道。